Hello, 饭搭子们，今天来宜良了。说到宜良，你们想到了什么？是烤鸭还是猪脚米线呢？今天就去吃宜良这家很有名的玉香园猪脚米线。来之前随便搜索了一下，发现这家真是褒贬不一，那我得鉴定一下到底好不好吃哦。总店位于菜市场里面，停车还是很方便的，下午过来的话得去后面坐宵夜大厅里吃喽。这规模倒是吓到我了，既然来了不加帽感觉真是对不起我的油钱，但15块钱一个小碗加帽价格也不贵啊，只恨自己胃不够大，要不得加10个8个帽。既然叫猪脚米线嘛，默认就是猪腿瘦肉加猪皮的配置。这个猪皮会做菜的人应该都知道，这种起褶子的效果都是油炸之后再来卤才能做到的。出乎我预料的是，他家的猪皮肥油都已经去除得非常干净了，软糯并且吃起来完全不肥腻，但也缺了那么一点点肥润的感觉咯。如果不喜欢猪皮可以要求不放，但我觉得不放那真是损失了一半的快乐。米线量很足，辣椒很香，略呛口，整一碗是相当的重口，但也确实很好吃。如果你也来宜良，记得来吃一碗哦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吃其他家啦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吃好喝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